刚刚吃羊肉串，现在回到家了。他们两个人吃得好饱，然后我老公还破例的喝了一瓶青岛啤酒，然后现在他已经现在是有点醉的感觉了，躺在那里不能动了。刚刚看到有一个姐姐给我留言，她说：“妙妙，为什么你的粉丝没有突飞猛进？为什么？你可能是因为你没有狗血剧情吧？什么？可能你的剧情不够精彩。”我想可能也是的，因为我的生活比较平淡，每天就是过着这种普通老百姓的日子，没有什么富二代。如果说要说是非常狗血的话，应该是我有时候会跟我老公发脾气，那两个人会吵架，这应该在我们家算来是最狗血的剧情。那但是我们吵架也不是经常吵啊，那不能没事就找架吵，对不对？那我和我老公大概差不多一两个月吵架吵一次。吵架的原因也基本上大概都是因为孩子了。欧巴，有朋友跟我说我的视频为什么没有很多人看，说我的视频为什么粉丝不多。他们说因为我们막장그거없다고아마그거때문에우리시청률이별로없다고笑死了。막장啊，狗血剧情，来快点想一下，我们也要搞一点狗血剧情，要不然的话这个粉丝涨不上去。不需要，哎，不需要粉丝说这种话，这个要跟你吵一架了。哪个人不需要粉丝？我现在很需要粉丝。对啊，人家都几十万十几万的粉丝，我才几多少一点点，我才一万多呢。快点想一个狗血剧情我们拍一拍。我们幸福最重要啊，幸福最重要啊，对对对。但是没有粉丝我不幸福呀。是幸福吗？这是爱。不是，但是他们就不喜欢看我们这种幸福的视频，拍什么狗血剧情我也想不到啊。你想一个。你要是什么呀？你那我去找个男朋友吧。这个剧情很狗血的。我老婆爱上别人了。怎么样？哎。要不你想一个吧，막장드라마한번생각해봐。나생각했다。啊，什么？아빠가딸은여자하고바람을피웠는데엄마가그거를눈치채고아빠한테불사다구를해서불사다구를하면서이혼하자고하면서막그러면서아빠는잘못했다고물을끓고막그렇게빌어서용서안해주고결국은이혼했는거야。결국이혼한거야？그막장드라마야？어야，你看电视剧看太多了，你比妈妈还厉害。哎呀，听到我女儿说的没有？这个剧情很狗血，让我去跟我老公演一下。那离婚了你就没有爸爸妈妈了？啊，你俩两个亲戚一场。那你呢？你现在不是啊？可以把你塞回去吗？아니나는그러면할머니하나엄마아빠둘다나를나랑같이키우고싶어하는데민찬이도한명한명씩키우고싶어하는데다나를키우고싶어해서결국은할머니할아버지한테맡겼어。아然后把你和弟弟送给奶奶爷爷奶奶抚养。那妈妈和爸爸离婚了。이런해서엄마는다른남자만나고아빠도다른여자만난거야。那然后呢？你不伤心吗？그러면서한1년뒤에1년뒤에둘이다시만났어，엄마랑아빠랑。아然后1년以后，然后我又和爸爸见面了。然后又和好了。아니이거하면서엄마가그때말못했던남편에게화가났던것들을다시뭐말로다말하고나서다시한번불사다구를이렇게때리고이렇게때리고 아빠는아빠도화나가지고엄마머리끄대기를잡았어。아유
你可以当作家了，你可以写小说了。你这个简直是狗血中的狗血，又有外遇啊，又离婚，然后又和好，这干嘛呀？那你们呢？你和弟弟不可怜吗？아니우리는그걸말리느라우리도같이맞았어아이不演啊，什么呀？这什么狗血剧情啊，真是的，笑死了。哎，我做不到了，我做不到什么狗血剧情，我也没有什么狗血剧情来，我也演不出来，每天就这样很平常的生活啊。爱看的朋友就看吧，没办法，喜欢看狗血的人可能应该不会关注我了。不过没有关系啦，我相信我的真心，我的真情会打动你。哎，天生我不是一块演戏的料啊，没有演戏的那种才能啊，要不去找个学校学学。算了算了，好了，不说了。내거내거야干嘛呀？就问那个山竹在那儿抢两个人。내거我的好像啊，呀，他就在走。那个有几个？李哥里面？一个。一人两个。우리두개두개씩싫어내가다올거야아니야내가내가다그럼이렇게해서이렇게해서이긴사람이이기는거야싫어미나야一人两个싫어내거야내거다그내거거든아아민찬不可以이거내거야엄마이거나한테줬지不可以打姐姐一人两个내거다먹을건데明灿呐，不可以这样，姐姐衣服要坏了。有零过呀，明灿。看这个。对。石头剪刀布。耶，那后面你个布。石头剪刀布。石头剪刀布。啊，那后面你个玩具吗？石头剪刀布。石头剪刀布。아니요렇게다가요렇게对，再来，重新来。可以可以。不。呀！哎呀，那那个那세판이라했잖아。세판했는데？아니야두판했잖아。嗯？두판했지。姐姐二比一呀，你输了呀。아니요。아이사그럼두개두개씩먹을까？嗯，你。하지만너딱한개만두개중에서어너두개먹을건데이쪽에서한알갱이만먹고한알갱이만먹어 어때그래도먹긴먹는거야아그래다도过来过来妈妈帮你分一人两个나두개엄마이거누가난거야이거다혼자서난거야이거혼자서난거야当然是鸡一个人生的呀，鸡还两个人生啊！过来，那个먼저먹을거야，내가먼저먹을거야。你们两个人不要在那맞짱들어마치지마，不要，你们两个人不要搞什么狗血剧情。我希望你们两个人能够，哎呀，我明灿不可以打姐姐。我希望你们两个人能够相亲相爱，哇！啊，我去，我去，哇哦，我去，哇哦，这个真的很新。我吃，过来，非常新鲜，吃吗？吃，好吃吗？明灿姐姐都吃完了，你不吃是吧？嗯，明灿不吃，他故意跟你闹着玩的呢。妈妈，妈妈吃，妈妈吃的话都这个都没有了，吃完了呀。嗯，真的给。我是이만큼먹었어嗯一分도안됐는데嗯这个水果比韩国的水果要好吃是吧对吧欧巴我还要吃不要吃了你刚刚吃那么多饭不能吃了你给我盖住